周公恐惧流言日，王莽谦恭下誓师，假使当年身便死，一生真伪有谁知。给您续上一杯茶，我慢慢的说，您细细的品，听大禹。话说宋朝，除了咱们广播直播以外啊，我们还在喜马拉雅独家网络发布，各位呢可以登录喜马拉雅手机和电脑客户端，搜索大禹茶馆，选择收听。上期节目咱们说到哪儿啊？咱们说到党派纷争，高太后出面护苏轼，结党群斗，假御史总结出蜀党。贾谊不久前，他和朱光庭啊一起修理苏轼，在修理的过程当中呢，意外的得到了王延叟等人的大力支持。可是尽管如此呢，还是失败了。苏轼啊躲在高太后的背后逍遥自在。之后呢，这王延叟一派突然之间撤退了，程颐呢也被赶出京城了。哎，落党的势力一下子就崩了盘了，蜀党就占了上风了。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，一般来说换谁都得低调做人吧，比如朱光庭呢就闪了。可是贾谊呢并没有，哎，他死死地咬住了苏轼，由苏轼咬的苏辙，在二苏之外重点的打击对象是御史台里的同事吕陶。怎么打击呢？就事论事，这玩意儿太小儿科了。他仔细地搜集了一下苏家兄弟身边的四川籍同僚，凑了些人数之后呢，归纳出了一个响亮的名字，蜀党。这个词儿一出现之后啊，那吕陶立即是落荒而逃啊，主动辞去了言官职位，连京城都不待了，申请你给我调外地工作得了。在他想来啊，这样他所谓的蜀党身份连带着蜀党是不是存在就都不言自明了吧。哎，我怕了你了不行了吗？我不玩了，我躲行不行啊？贾谊说了，躲嘿嘿，不行，你就是蜀党，哪怕到地方上当官，离着苏轼十万八千里，你也是蜀党。这时候终于有人看不下去了，你这欺负人总得有个限度吧，对不对？当朝资格最老的元老温彦博、首相吕公著、前代名臣范仲淹之子范纯仁，这三位最有号召力的人物出面了，劝贾谊啊，你呀适可而止吧小子，哎，差不多行了，别瞎折腾了啊。哎，各位朋友们，按说这么大的面子换谁都能满足了吧。哎，不一样是不是啊？贾谊不，他转身啊回家就写奏章。皇上，我告诉你啊，文彦博、吕公著、范纯仁那是蜀党的幕后老大，就是他们在搅风搅雨，让宋朝不得安宁。到了这一步，大家伙也都看清楚了，这就是传说当中最无赖最凶残的招数了。什么招数啊？疯狗咬人呢。使出这一招的人根本无视一切行为规范，想咬就咬，有咬无赖，逮谁咬谁。那么事情就简单了，疯狗都得乱棍打死，贾谊一个小小的言官这么犯众怒，咔嚓了他不就得了吗？可郁闷的是呢，宋朝最大的这三位大佬居然默默无声地退了回去，他们忍了，而所有的大臣们就像有了默契似的，谁都不再出面了，随便贾谊你爱怎么咬怎么咬吧。很奇怪吧，为什么会这样？原因呢就在蜀党这两个字上。说实话啊，贾谊真是挺高明的，他做了一件划时代的事儿。在这之前，习惯上人们总说王安石的新法集团是新党，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是旧党，哎，但这只是习惯上的，官方啊不认可，当事人呢也不认可。往前推几十年，庆历新政的时候也提出过结党问题，可是争来争去都只是些名词解释。什么是君子，谁又是小人呢？就算吕陶为苏轼说话啊，提出了籍贯问题，那也只是隐约的透露出了点官场的潜规则，乡土社火，这是无可厚非的，谁的老乡谁不亲呢？可是没想到贾谊借题发挥，突然间提出了党派的划分。党派这东西那是宋朝最忌讳的东西，谁沾上边了，谁就等于是自绝于人类社会了啊！以范仲淹之嫌、欧阳修之名、韩琦之威，也落得灰头土脸，你何况是温彦博之流了？所以大家得来，有多远躲多远，哪怕吃了亏惹了气，咱们拒绝再玩，就这么着吧。哎，贾谊这下可爽了，他在开封城里达到了目空一切、神祖杀神、佛祖佛祖杀佛的境界，一介言官做到这样，绝对是三百年宋史里独一无二的人物。最后呢，终于让这个终极大 boss 看不下去了，谁呀？高滔滔嘛，再这么下去他都要失去优越感了。
太皇太后亲自下令，来，首相，给我抓紧时间严惩啊，把他给我赶走。吕公柱等的就是这句话呀，以党派为护身符，也只有皇权才能出面制裁了。贾谊被贬职出任淮州。截止到这儿，看似高涛涛做了件大快人心的事儿，哎，赶跑了疯狗，清理了官场，可是呢，这是他在元佑年间犯下的最大的错误，哎，其危害性比废除宋神宗的新法还要严重。换了法令，致使国家的利益受损，而党派之争会让国家的基础垮台。官员们陷在派系争端的漩涡里，一天到晚提防着暗算，根本没心思也没精力去干本职工作。你说能在这样的氛围里边出头，那都是些害人的高手啊，搞事的精英啊，哪还会有什么正经的干事的这些工作者立足的地方呢？早就没了。而高涛涛在这个时候只看到了贾谊本人的讨厌，以为把他打压下去就行了，根本没去想书的这个名称本身有多危险。不仅如此，从他后边的作为来看呢，他不仅不认为党派争执有什么不好，甚至鼓励这种现象，不遗余力地把朝臣们划分出了党派，对吧？亲自战斗在第一线，让暴风雨变成了龙卷风。她实在是个有激情的女人呢。回头咱们说贾谊，贬到外地之后啊，她咬人的境界再次提升，咬在当面算什么？远隔千里，仍然入骨三分，那才是咬中的极品呢。苏轼真不知道是前世做了些什么坏事，这辈子惹到了这位老哥了，被他一封封来自淮州的弹劾公文搞得是焦头烂额。你说反驳吧，哎，人家贾谊是求之不得，就等着你反，我下一个弹劾信我可就有理由了，对不对？沉默吧，那更让人抓狂了，显着理亏吧，这还是一方面的事情。那么堂堂苏东坡当代文坛盟主，居然被人骂得抬不起头不说话，这玩意儿也太憋屈了吧。时间久了，苏轼也是精疲力尽了，放下了京城里的事业。说实话，他被高太后感动了，一心想做点实事回报他，可是挺不住了。他也要求，得了，你把我外放得了，我上地方躲清静去，我不在这儿抄着什么呀，这都是。贾谊的努力终于有了成绩，所谓的蜀党垮了，党魁离京出走，只是在成功之余，他也给自己和自己的老师程颐争到了一个名称，落党。以君子甚至圣人的名义打击小人，你是别想了，下场比苏轼一伙还要惨。蜀党方面，苏辙还在京城里，不久之后升到了宰执的位置，成为元佑名臣，落党全体离京不说，还得罪了整个朝廷，直到北宋灭亡，落党都没有再翻身的机会。杂鱼都下线了，剩下的就是精英了。在这期间，王延叟和他的同志们一直很安静，当然了，这只是假象，他们的属性是与众不同的，从宋帝国诞生的时候起就一直牢牢地占据着官场的统治地位。他们被称为朔党，朔呢是指北方，具体先说就是黄河以北。在这一片广大的土地上，从秦汉隋唐一直到宋朝，都是士大夫阶层的老根据地，无数的官僚士绅组成了无边无际的关系网，牢牢地把持了历朝历代的政治、军事、经济的权力。直到王安石变法，格局才被打破，大批的南方级官员北上，以王安石为中心，吕惠卿、张敦、曾布、蔡确、李定等为骨干，在15年期间统治了宋朝的中心。老实说，这是北方士族前所未有的耻辱和危机。千多年的垄断呢被打破了，托拉斯帝国的愤怒是可想而知的，在这一点上就决定了他们和洛蜀两党在本质上的区别。洛蜀两党想的是恩怨斗气，而朔党呢要的是重返巅峰。巅峰，前党魁司马光的确把新党给击败了，可是效果仅仅达到了削弱，他本人和王安石同年死亡，算是互相抵消。吕惠卿、张敦、曾布、蔡确、李定等人仍然有很高的功职。新法运动只是两年前的事儿，民间官场的影响还都在，这些东西加在一起，他们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。那要怎么样才能把他们置于死地，彻底的清除他们呢？哎，这里边也有说法啊。这个命题啊是很难的，但是绝对是必要的。王延叟和他的同志们非常耐心地寻找机会，功夫不负有心人，在洛蜀两党斗得水深火热的时候，机会终于是来了。
历史性的机会由一个官场的异类造成，这位异类名叫吴楚厚，出身是很正规的，考上来的进士，出名的方式呢却独一无二，和宋仁宗啊生不出儿子有关系。怎么回事呢？这皇帝生不出儿子在古代绝不是医学问题啊，不是医学问题是什么问题啊？在很大程度上更是人品道德的问题，你这受了受不了啊，对不对？以此为准，像宋仁宗这样几十年生不出儿子的啊，生不出一个健康儿子的，那么道德上的力度就要加大了。吴楚厚有本事把力度加大到穿越时空，从北宋一下子返回到春秋战国时期，在那时候地域最广最大的国家晋国，说曾经发过一件事儿。什么事儿呢？当时的晋国呀还没有被韩赵魏三家瓜分，后来赵国的祖先，当时晋国的豪族赵氏呢被政敌屠岸贾给陷害了，满门抄斩，唯一的孤儿赵武在两位义士程婴、公孙楚纠的保护下呢活下来了，后来报仇雪恨逐渐做大，建立了赵国。这件事儿很有名，在几千年里一直流传着，在近代呢演化出了京剧里著名的一出叫赵氏孤儿，哎，电影呢也拍了，对不对？在古代呢它更是教科书里必备的一章，它太符合儒家的忠义思想了。很老旧的一件事，吴楚厚给出了新解释，他认为程就是这个啊，程婴，公孙就是公孙楚纠，说程公孙俩人不仅仅是忠义的代表，更是爱护幼儿的典范呢，其巨大的爱心足以穿越千年保护宋朝的皇子。为了让这俩人开工，宋朝应该先有表示，给他们立庙，隆重的祭祀他们，之后就可以预备庆典，迎接仁宗的太子诞生了。当然仁宗很高兴啊，这一高兴吴楚厚就有前程了嘛。只是后来大伙儿都知道，仁宗无论如何也没生出儿子来，吴楚厚的前程呢也就连带着变得暗淡了。在近20年的时光里，他大概啊都用在和程婴、公孙楚纠讨论为什么没有把爱婴行动进行到底的份上了。他的官运一塌糊涂，直到神宗都去世了，他还是个不入流的官场小芝麻。这个时候浙宗当上皇帝了，他人生的曙光终于是再一次降临了。站在角落里仰望权力之巅，他突然看到了一位熟人，元佑年间首相啊次相蔡确。哎呀，蔡确，想当年这小蔡还跟我学过赋啊，我们有师生之谊啊。吴楚厚喜从天降，第一时间给次相写信，深情追忆过去的时光，重温当年难忘的友谊，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，来蔡次相，给我一大官当当吧。等了很久没有次相的回音，蔡确早就把他给忘光了，就算是当年学赋的时候也不过就是文世间的探讨，还真把自己当成启蒙授业的恩师了。巨大的落差让吴楚厚崩溃了，蔡确的形象变得恶毒起来，成了断送他升官发财美梦的最大罪魁，他恨他了。可是峰回路转啊，蔡确呢蔡次相拒绝他了，可王首相接纳他了呀，哎，不是王安石，王圭保荐他当上了大理寺丞，他真的一步登了天，重新回到天堂。吴楚厚满足了，他不再恨谁了，只要能一直保持这样，哪怕不再升了也很好。但是命运再一次拐弯，这一次蔡确啊主动找上他了。大理寺是宋朝的最高法院，理论上除了极少数的超特权这个阶级呢，比如说皇室成员以及近亲之外，一般来讲全体国民的刑民两法的审理呢都是由大理寺来负责的啊。吴楚厚呢在这个位置上啊就感觉自己非常优越啊，官是人上之人，最高法院的院长那是官上之官呢，对不对？翻一下以前的案例，有多少曾经叱咤风云的人物都在这里摧眉折腰，他甚至可以幻想一下蔡确跪在他的办公桌前受审的快感。可惜好梦不长久，很快他就知道了这个位子有多烫手，一个案子发下来，王安礼哎，这个书胆互相指责对方贪污，手捧卷宗。刚开始的时候吴楚厚没觉得心烦，首先这俩人都是官，王安礼是前首相，这个新党党魁王安石的弟弟，哎，来头不小。可惜该弟弟和王安石不一样，投靠的是旧党。吴楚厚向四周望了望，元丰八年还是新党的天下，那么简单了，说的是坚定的新党啊，不保他保谁啊？
方向准确，正要操作，忽然传来一张神圣的纸条，首相王圭指示王安理是好朋友啊，你得关照他。哎，巫术后心领神会，来来来，王圭是首相加恩相，他提拔我当大理寺丞的，那么他说的话就是最高指示，必须照办呢。可是紧急关头又被挡住了，又接到指示了，蔡次相说了，说舒坦是好朋友，你一定要关照呀。这下子巫术后可难办了，关照谁呀？抛开感情谈利益，新党的势力里不能当拦路石，对不对？分量明显不够，随时能掉沟里。可是恩相的话能违背吗？毕竟王相公才是他的靠山呢。想来想去，他只有拒绝蔡确，他相信这是正确的决定，一来报效了真领导，二来报复了小恩怨，从哪方面来说都让他愉快加妥帖。事实证明他做对了。不久之后，王圭投桃报李，对他的忠诚给出了回报，推荐他进入馆阁。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，他至少会是两制官与百官之首的宰相，可就只有一步之遥了。美梦成真，美梦可终于要成真了。但是他的生命里充满了但是，王圭的推荐居然没生效。哎呀，他就想不通了，平时一位翰林当推荐者都足够了，他有首相的推荐怎么还失败了呢？很快消息传来，他一下子就僵硬了。原来是蔡次相不同意，哎，投了坚定的一张反对票。哎呀，吴楚后心想，啊，蔡确呀，蔡确呀，你不知道打碎一个人的梦想是多么残忍的一件事吗？啊，你不明白那会让碎梦者产生多么巨大的怨恨吗？你不清楚那会给你带来怎样惨烈的报复吗？蔡确根本无动于衷，你是谁呀？摁死一只小蚂蚁需要负责任吗？需要吗？你就是我生命里偶然出现可有可无的一粒尘埃，全部使命只是为了我的大厦堆积出哪怕一微米的厚度。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，还敢作对的话，不坚决摁死怎能震慑住其他尘埃，免得他们见样学坏呀？蔡确心安理得地生活着，半点都没理会吴楚后的怨念。直到小半年之后，帝国换了主人，神宗死了，浙宗即位了，这权力机关跟着重组，王圭死了，首相换成了蔡确。蔡确的记忆力非常好，在百忙之中回忆起了生命里的每一件事，他真正做到了对敌人一个都不原谅，一个都不放过，连吴楚后这样的小人物都积极打击。吴的院长被下放了，到汉阳去当知州。截止到这里，蔡确已经凶残地结束了一个官员的政治生命。虽然官员的职位是不确定的，还有再生的可能，但是作为没有背景死了靠山的吴楚后来说，已经可以判定终身了。所以蔡确没有任何担心，那就是一粒尘埃，一只蚂蚁而已。可是一年半之后，他自己也被贬出京城，到安州当知州。汉阳今天湖北武汉市西南，安州今天湖北安陆。人生机遇殊为难料，从前俩人一个在天上，一个在地下，谁能料到居然有一天俩人会变成平级呢？那么变成平级之后，吴楚后和蔡确又将发生什么样的事情呢？欲知后事如何，且听下回分解。各位，你想跟大宇交流吗？你想跟大宇辩论吗？你想给大宇指出错误吗？你想骂那孙子吗？来微信吧，微信搜索订阅号大宇茶馆，哎，就能实现了。记住啊，宇是宇宙的宇。